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狮驼，对战方是龙锅，就看狮驼的一个名字应该感觉得到啊，这个狮驼的话应该有点东西啊。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比赛，对战方的一个宝宝绿了一手，其实作为观战方的话，这个打对战方的一个龙宫的话还是非常有压力哈。对战方这个龙宫是真的强，好在对战方的一个宝宝是绿了一手，观战方一手笑行压住对战方的一个人，那什么玩意儿，对面宝宝直接被清掉。观战方的话打法也是非常灵活啊，给宝宝都上了一个分光，对战方再出龙龟，对战方也是很聪明啊，对战方并不着急于出这个宝宝，因为观战方的一个火力哈太猛了，对战方你看观战方的一个宝宝都在高区，一个雷击电6000多，对战方干脆不出宝宝了哈，因为对战方出宝宝感觉也站不住，对战方出一手反手推一手须弥，法连法爆还是没有推掉观战方的一个后排，那这只须弥的话也是送掉了，这也是单法，我靠，伤害怎么这么高？对战方触发了一手仙剑，对战方再拉宝宝，对战方一只一只的拉，观战方有感知，对战方这只宝宝还是一如既往的送了，观战方直接点杀对战方，观战方没伤害，我靠，伤害全靠分光补，对战方反手点一下宝宝，确实观战方这种打法的话还是有点恶心啊。观战方再来连环，哎呦，对战方的一个孩子绿了一手，对战方养只甘露拉自己，对战方起来直接秒出来，对战方继续说，观战方给自己起一手罗汉，对战方龙卷再秒过来，
对来方想赢的话现在基本没有可能了。对来方起龙战，你这个时候起龙战的话没啥作用哈，对来方应该是感觉关来方有这个罗汉哈，对来方也秒也秒不出来，秒不多是吧，干脆起一手龙战加个输出吧是吧。关来方一手大象再次压倒对来方的一个人，哎，对来方出了一手地听，这只地听的话应该是有机会出手的啊，因为观战方的一个后排应该速度没有那么快哈，这只锥子哦人物速度很快，但是地听还是出手了，是只公地听，虽败犹荣。